各位老铁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狗仔哥。今天我不拍搞笑段子了，我今天拍这个视频，就是想跟大家说件事情。在我的评论区里面，有好多老铁和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，问我狗仔哥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你究竟是不是怕耳朵？天哪，菩萨耶！说说得好，这台上做戏，台下做人的嘛。我拍这个视频是为了让大家开心，让大家笑的嘛。你们当真以为在生活中我是怕耳朵啊？还有些人甚至私信我，还给我编了句顺口溜，说狗仔哥怕耳朵，看到婆娘就打哆嗦。耶，你硬是要把我整神。今天我拍这个视频啊，就是给大家证明我。狗仔哥在现实生活中，我就是怕耳朵，又咋子嘛？有人我治好了吗？我骄傲了吗？我怕婆娘，关你啥子事嘛？我喜欢耳朵怕，我愿意怕咋子嘛？我和你们吹了，我要煮饭了，我要煮饭了。哎呦我的妈！